这不毛球，你也进来了，我操！毛球你也进来了呀？那我这把给你解解网瘾啊！我靠，你手速太快了呀！来，今天九点钟会跟呆妹一起打游戏吧？应该，啊，多的不说，咱们打石头人不是特别好打。啊，咱们先把兵先推了，不太好打他，直接推线，不跟你玩，他 Q 我给他 Q， 他 A 我，我操，我 A 他一下，他这一波白给我 A 了一下，他不亏啊，他不太好补刀子，好吗？他现在只能消耗我，你看他一刀不补，看到没有？一刀没补。我们继续推线，漂亮，中我两段 W， 我觉得这个石头人非常的危险，拿 Q 来补刀可以，我们尽量不要用 Q 来补刀，因为 Q 的蓝跟 W 的蓝是差不多的，我每次蓝不够就是因为我用 Q 来补刀，导致我的蓝耗的非常的多， AQ 也点蓝，死不死必死，哎呀，先拿个一血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这位水友，将你三级单杀了。直接推线。所以说你们跟我一队是很赚的呀。我先回家一下，溜了啊。还行。来一个真武剑带，或者来个875，他也可以。我走了。对面补刀太少了，对面没有补刀，对面只有三个刀，补刀太少。走。他现在很亏的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一把不太好单吃我的。漂亮，一刀不落。退线了，不太好搞他，直接退线，一刀不落，贪生来了，他有闪现，不太好抓，定住，交闪不追，漂亮，露个刀，感觉不是特别亏，肯定做狂风之力啊，我就875就是为了做狂风之力的呀，啊，先推了，别急啊，给他 Q 我，上路的话血量还行，这上路我看一下能不能抓一下，人马有想法，哎 ，Q 接平接 W， 他很危险 ，A， 好一打一 A， 我溜，我翻，气不气？我翻，哦，石头人上当了呀，这石头人，回家一下。我正准备抓这个上单呢，这上单不来，来一个真武剑，1500块钱，差1000多块钱。为什么大家都在说不能做狂风之力啊？我很好奇啊，狂风之力这个装备真的可以做呀？我昨天的话是因为我玩的菜呀，我打的有问题啊，跟出什么装备没有任何问题的呀，兄弟们。不是我嘴硬啊，咱玩了这么多把游戏理解你们还要怀疑吗？你说我的操作可能说技术菜了，但是游戏理解确实不会菜的啊，他很危险，马上六级了，他非常危险，好 ，W 先刮一层被动，他死了 ，QA 点蓝。直接带走，可以，石头人直接裂开，吃塔皮，啊，吃塔皮，你用了狂风之力真赢不了，赢不了不代表装备有问题啊，可能是你没有掌握这个打法而已，看不到，
不能这么说的，兄弟们，什么打法我都试过，木刃打法、咳血战斧打法，什么心使、暗行者之王，我都玩过呀，这些玩法我都玩过的呀，懂吗？你不相信我，你就今天晚上九点钟跟呆妹打游戏啊，别急，先开一会水友赛给他送钱呢。嗯。接下来我就退线了，不跟他打了，他现在有点肉了，回家出了洪水晶。直接退线。不跟他对线。因为现在杀不掉他了。他现在有点肉，马上他也六级了。他六级配合打野是很好抓我的。很好。现在目前的话，我们各路线上是发育是五五开的，就我们中路现在已经打出了很大的优势了。好，不用着急，那接下来我要开始帮助我的队友建立一些优势了啊，把这个兵线给他推了。嗯，好，人马在下，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支援一波，给队友打个信号。人马带着急走，但是他已经六级了，这一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，好像没什么机会。翻墙，哎，他不往塔下跑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往塔下跑，你搁这送人头，我是没想到，直接开大，问题不大，溜了，走了，有点危险。嗯，哎，漂亮，石头人溜了，这波，哎，直接撞我，我操，有点狠，直接反打，因为我们已经跑不掉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反打。跑不掉了，这一波不反打，石头人不死，而且我死了，钱够了，来双血。我以为这石头人要撞这个潘森呢，反过来撞我，没想到白放了一个大。嗯，暴击很鸡肋，这一点不假，但是其他属性很完美，懂吗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当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，你要出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装备，能听懂吗？大家不要光看伤害，对吧？不能光看一点，你要综合下来。哎，这个装备怎么样？综合下来，这一点很关键。嗯，直接推线。人马这一波应该在打红 buff， 过去瞅一眼，插个眼。哎，人马过来了。可以，人马想过来抓我，这人马有点肉，小心点。看一下上路有没有机会，上路好像也没有机会，玩的都很稳，不给任何机会来抓，拿个蓝 buff 来。嗯，无处可藏。没事，说啥没有任何意义。明天开新赛季，感觉只有拿了这个套路，上了一波大分，大家可能才会认可。现在说啥没有任何意义，好吗？直接推线。接下来我打这石头人不太好打，因为石头人现在 Q 我伤害已经很高了。看一下下路有没有机会，来了。石头人现在 Q 我有点痛，现在。哎，人马，走。小心一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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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飞机要来了呀，还不走？我操！不走人没了呀，这人马对你们蠢蠢欲动呀，对吧？这不明显的吗？来了，对吧？这不蠢蠢欲动吗？我操，轰大！我靠！我靠！太吓人了呀！保护一下，石头人有大好像，他好像盯着我，他想杀我，这人不给他机会。这个石头人他老盯着我干嘛呀？我溜了。等一下打团，哎，他好像还有想法。他老盯着我干啥呀？这人，人马死了，你信吗，兄弟们？但是，算了，他回家了。走，他这一波应该要去打 F 六，我们过去看一眼。翻墙 ，WQIA。狂风之力接个点了，直接带走。
这一波你还说伤害不高吗？兄弟们，伤害就是这么高。好，直接吃塔皮，漂亮。感觉可以溜。石头里有大，切不建议打。石头人有大招，离这个潘森稍微远一点，不然他一个大大两个很亏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可以上了。喂，喂，喂。看一下 OB 一下 ，OB。OB 一下 ，OB 一下，我溜了，我卖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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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卖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这一波的话救不了。好，反打，一刀闪，没事，我牛了。翻墙，你他妈的，怎么下了辅助来了？我日死你！不应该上的呀，兄弟，浪了啊！哎，直接交闪吗？这辅助啊？来马跟进，好像打不动，得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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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潘森来了，潘森跳大了，可以，这辅助玩的还可以。潘森一个人跳竞争堆，好像伤害不够。这一波猴子姗姗来迟，一个大，转上四个人，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打赢。好像有机会，这一波漂亮。咱们赶紧买个装备啊！第一件先买个锯齿短臂，再来一个三速鞋。我应该走的，我应该卖果断一点，讲道理。如果刚才第一波不卖的话，我这一波就被石头人大两个了。我刚才也不太想卖他们，不过果断，怪我。石头人这一波有日炎铠甲，有点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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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二 ，Q 一大招隐身，哎，伤害就是这么夸张，伤害够了已经，走了。把兵线推了，伤害还可以，看到没有，其实并不低，而且可以推线。我大概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一波兵线的推了。咱们如果做可选咱们如果做 TR 那个贪欲九头蛇大概需要多久我不太清楚。推了哦，吃个蓝，这人头都在我这边，上路好像不太好帮，上路。上路不好帮，抓不了。看一下人马在不在打红，红没打，直接偷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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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了，别急。直接推线。溜了，还行，这一波很赚，兄弟们。我觉得这一波其实并不亏。拿个小龙，得抓下了。这下路我好久没抓了，这下。飞机一个头100刀，有点肥。等潘森排野，人马在上，有机会。石头人在这里。我操！我这里有眼啊，你妹的！哦，原来我这边有眼。没有会。小伙子，没想到吧？我有狂风之力啊，兄弟！这个时候狂风之力就可以理解为闪现了呀，你还说没有用吗？回家买个，回家来一个夜之风刃，可以哦。有个石头人必须要出个夜刃，得稳健一点，不然的话很危险。翻墙，翻墙，好，他很危险。A W， 哎，交大，哎，交大翻墙追他交闪没有用。Q 切平切 W。你看根本跑不掉的，你以为跑掉了，插个眼走。往前推一波，马上12级了。他现在这个做了个大日炎，虽然说很肉，但是我的装备已经比他好很多了。
他其实对于我在我面前其实他一点不重，这一波可能会遇到辅助，果真如此。哎，这一波准备用个狂风之力拉一下 W， 想给他秒了。对了，好溜了。飞机有炸药包，咱们得稍微注意一点。石头人他没办法，石头人有啥办法？直接推线了。石头人没大的，他没大，他大在 CT 没有用。有想法，上不了，吃不了，这炮车好像吃不了，走了。212的蓝是够了，20秒钟狂风之力，看一下能不能阴一波对面的飞机。飞机可能在这个位置啊，他已经在了。飞机在草里，在草里，在草里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拿峡谷可以，这个峡谷最好给我，因为我要回家补一下装备，回家一下。巨齿短臂来一个，这个版本好像西兰刀改了吧？西兰刀好像是，我看一下啊。西兰刀变2900块钱了，啊，加了的多加了300块钱，多加300块，那是这削弱了呀，讲道理，哎，看好这一波，千万不要眨眼，刀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，白交闪，溜了。你看他们打团看到没有，很恶心，很多空可以回家一下。来一个，下一波的话最好买个收集者，得放个峡谷了，中上野的塔都没有，接下来打团的话嘛不太好打，因为这边就我一个人有优势，我们其他队友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。好，哎，他跑了。现推。不太好搞，现在。人马在我附近。嗯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小丑近在我身边，吓我一跳似的。他们肯定要打小龙，我觉得他红 buff 可能没打，果真没打，直接拿红。一般人这一波肯定去拿小龙，但是这一波为了止损，我直接放峡谷先锋。等一波，飞机很危险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小心，这石头人他的 Q 可以打断我的夜之风刃。漂亮，他们不拿龙的呀，对面，对面不拿龙，你们就输了呀。我这峡谷得放了，峡谷得放一波，没有用的，没有任何意义，拿个小龙。峡谷的话咱们放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好一点，哈哈，哟，小老弟，我操，还不走，毫无意义，哟，还不走，还不走啊，小老弟，他老也想杀我，真的坏得很，我直接放峡谷了，直接放峡谷了，人马准备干嘛呀？12级的人马没有用的呀，直接撞可以，怎么说好像可以推完，现推了，我插个眼，我溜了，
推不了，接下来好像不太好推了。队友想推上，我去中路看一下能不能搞搞事情。哎，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小狗近在我身边，把兵线推了。辅助想开，小心一点。辅助这个动向好像想开，小心小心小心。我先回家一下啊，懂了。锯齿短臂，收集者来。啊！两岸猿声啼不住，打野必在草丛处。可以啊，这位水友举一反三的能力很强的感觉。嗯。哎，中路开了，准备秒杀对面的小飞机 W。没事，他已经死了，不用慌。很好很好，翻墙跑不掉的呀，没有用的呀。点燃先放上火烧人马，去挖一自己打被动，预约别急，追三二一，再杀一个别急，还有个石头人，石头人应该在草里。石头人在哪个草？应该在这个草，照一下。哎，这石头人他妈怎么回家了呀？这石头人，锤死啊！锤死梦中惊自己，小丑竟是你自己。A Q A W 挖 A， 好溜，翻墙溜，追不上 ，C D 有点长，翻墙溜，伤害很高。嗯。你别说我伤害低，我伤害其实一点不低。下一波来一个，黑切来一个，稍微有点肉这边。黑切，好，直接20的技能 CD 了。那肯定要快啊，那能不快吗？嗯，醉生梦死，今坐起，小丑竟是你自己。你会不会被宇文？你前面都错了呀，你讲道理，前面打错了你啊，这位水友。小飞机想跑翻墙，我操，我好没到他，我吐了呀，伤害差一点。人马搞不透我，我去下路带一下。ADC 交了双招没死，我的话好像也交了双招，但是没事，我只是交了个闪而已，没交点燃，推了。嗯，绕一下后，很危险，人马 Q 接平 A， 好，往后拉，人马有大，翻墙溜了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小心一点这一波，来一口。一定要注意谁的位置呢？一定要注意狗头的位置啊！这一波好像打不过，建议别打。好，很好，队友都在，不用慌，他死了，漂亮，300块拿来。还剩个飞机，一秒钟狂风之力，他已经死了，漂亮，卡莎疯狂输出，好像，哇，这卡莎可以啊，这卡莎。卡莎194刀，我靠，这卡莎玩的还不错。支援一波队友，来来来，不用慌，零波微波，伤害非常高，伤害打了1800，伤害还不错，这伤害。走，我大招还没交，这一波翻墙 ，Q 接平 ，A 接 W，A。漂亮，直接带走，推了。翻墙，不行，追不了，追不上。我操，跳舞也没用啊，跳舞。翻墙 ，W 好上当。
他死了，他没死。哎，没有用，幽灵也没用 ，QV 不带跑了，翻墙没事，死不掉。咱们有风流龙魂 W， 继续拉个被动，往后拉。哎，群体扩大了，小心。哎，群体扩大了，我们先溜了啊，拿个蓝 buff 来，有点危险。河蟹吃一下。哎，人马赛，但是没事，怎么样？没用，杀不掉我，杀不掉我，杀不掉。OB 一下 ，OB 一下。俺们是有狂风之力，他很危险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哎，想搞我没用。知道什么叫做快男吗？直接回城。嗯，黑切。下一件买个大青羽，够了。我们这一套装备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 CD 稍微有一点点久啊，只是稍微有一点点久而已。40的技能极速够了，感觉差不多了。嗯，现推了，好，非常好，翻墙。去上路搞一波毛毛球啊！毛毛球这一波非常的危险了。毛毛球，哦，毛毛球被围殴了呀，兄弟，有点难受啊。喂喂，啊，队友很 nice 呀，队友很 nice 啊，直接推线嘛。咱先推塔，塔推了。嗯，对，我就说你们跟我在一起，我背不起。我翻墙，小心石头人大，很好撞我，他就盯着我杀我，好，这个逼，很烦，他就盯着我，翻墙没事，狂风之力接大 ，WQA，A，A， 卧顶。狗头，我操，这么坚挺吗？这狗头，垂死梦中惊坐起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我靠，这一波怎么没给他杀了？青羽来一个。狗头的话，192的 Q 啊，192的 Q， 15级，我们稍微注意点啊。减恢复钱够了，啊，减恢复现在钱是够的。嗯，得买大青羽，不买大青羽不行。或者买一个减恢复，感觉也可以啊。买个大刀吧，刀来一个，再来个远见感动。垂死病中惊坐此，惊坐起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可以，又可以看直播，又可以学习到。唐诗300首，血赚。嗯，看一下有没有脆皮了。哎，人马非常的危险，人马有想法，点燃，就是秒杀，非常 nice， 能跑吗？走。走了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建议回中路，对面红 buff 应该没有拿。我看一下红 buff 有没有，红 buff 没有了。他们在下路打这一波，我们赶紧推一波中路，对吧？不，因为我们比对面多一个人，现在人马已经死了。他们现在打架，不管是打赢打输，都是亏的，因为塔没了，对吧？肯定打不过，因为我不在。啊，我推塔，我先把两路高地给他推了。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，非常好。对面血推，对面这一波非常的亏。走。亏了两座高地，加上一个门牙塔，好吧。虽然说对面打赢了，但是没有任何意义。40的暴击，
怎么说，枯萎也没用，我身上是有夜之风阵的。下路这个塔不太好推，这下路这里好像有个塔，稍微注意点啊，没有用的，大我没有用，我有大啊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大我没有任何意义，翻墙 QRA A W 削护甲 QA，漂亮，好像可以一波这一波。飞机的话拎炸药包的，我们稍微注意点，先推了。飞机有炸药包，不用理他，我们直接推塔。来，狗头一直追着我，可以。哟。嘿嘿。气不气？有中亚了不起啊？我有闪现没啊，兄弟？先推了2900块钱，我们把夜刃给他换了吧，感觉现在好像没必要夜刃了。夜刃换了，买个青鱼，再买个愤怒合计，再把鞋卖了，换个水晶鞋，那无敌了这一波。60的技能急速，加上没有拿蓝 buff， 再拿个蓝 buff， 70的技能急速。走，70的技能急速相当于41%的一个技能 CD， 相当于以前的满 CD， 够了。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技能 CD 已经够了。哦，他已经是一具尸体。感谢七爷沈孤鸿送的两个飞机啊！感谢师傅。哎呀，他有想法的。哟，我他妈干不过他！我靠，两个 Q 我没血了！我操，这是啥呀？我操，后期的狗头这么强吗？完全不讲道理啊！咱得稍微注意点，这人好像是个老狗头了。谢谢七爷送的两个飞机，感谢七爷。哇靠，这个狗头起来了，我们稍微注意点啊，咱们得扣塔了，感觉不太好团了现在。狗头这么玩的话不太好啊，狗头这么玩不太好。漂亮。团一波，团一波。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远古巨龙和一个大龙，我没想到这个狗头两个 Q 我就没血了，就两个 Q， 两个 Q 打了我1600，一个 Q 800，我一共2700，我熬不住他三个 Q。 但是他伤害高，有个缺点是什么呢？扛不住咱们卡莎一波操作，所以说不用急，正有人会克，有人克他，好吗？只是我打不动他而已，但是我的队友我打得动他。感觉可以团一下，来，感觉完全可以团一下。好，哎呀，有机会，感觉机会很大。哎，猴子直接开，我操，看好，不要眨眼，先秒个退塔，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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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塔，我丢，我靠，这石头人就盯着我杀，这么过分吗？这石头人？就盯着我杀，这么过分啊！漂亮，恭喜咱们队的所有吹友啊，每人100块的一个小红包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很可惜。